出街即视感，没想到全红婵走路都能让人神魂颠倒。10月28日，有网友晒出全红婵下班照片，她身穿冠军服，戴着口罩，跟在哥哥姐姐身边，不知道是不是急着下班回去干饭，婵妹竟然走出了嚣张步伐，单手夹着包，整个人霸气侧漏，引网友调侃，这像极了霸总视察工作。还有网友调侃道，全总先把连锁店上市的事谈了先，游乐园接见往后搁一下吧，太逗了。不过对于全妹来说，霸气是假，奶萌是真，化上妆与人合影，秒变娇羞甜妹，会忍不住拿手捂脸，可可爱爱，让人好想亲一口。爱有双重魔力，也苦涩也甜蜜，悄悄的在心底说一万遍我爱你爱你，借我勇气慢慢的藏在心。可不两件个，可不猪件个，可不三件个，四件个，大手件个，我不给东北求你二十，要是点个一个点个要得点个。